EDG need this for the LPL region to continue their dominance. While Detonation Focus Me, they are trying to do what no LJL team has ever been able to do. On a killing spree, Mako looking to turn it. The double dropping already. Ray off to the side. The triple for iBoy. They've Dire Wolves are forlorn as EDG takes first place. Licorice and Zazel are pretty much in a bad spot. Steel a little too far away from the bear. They the bird. And it's going to be Seros that's able to steal it. Two man doesn't burn. Still there. Steel, he actually stole it. Kaboom have to be thinking, how did we let it happen again? Nice. Detonation Focus Me taking second seed in Group C. 但是强行选一个阿卡丽，我觉得就布隆阿卡丽强行选个诺手去打纳尔也没优势的呀，对吧？还是那阿卡丽和厄加特两个 OP 英雄一起拿到了，这也太舒服了，自己拿了。头哥继续打大头，镜头这那好像选红色方的意义就没怎么看出来。那这维恩感觉优势没有，活不下来啊，太多的前排给他打。有一个蝎子和厄加特吧，算这种半前 EC 好 ，EC 还是确实，如果在 DFM 的角度来说，他肯定 EC 更好一些。如果选择维恩，那他要吃阿卡丽的一个伤害，要吃蝎子的控制，还要吃上单的一个大招。那这个 DFM 拿下这个阵容的话，又是要打分带了。就是他这个就是用 EZ 和大头安全的守线的同时，让梦魇掩护纳尔的分带。这样的话还要让瑞来骚扰一下，那这样 DFM 的开野路线要被。骚扰的有点头疼的，因为纳尔是没有办法继续帮这个梦魇打了。如果这个眼的钱是阿卡丽单吃，他应该六个兵就可以直接刀二。但是跟大头打好像有点难，就大头有点直接炮台用。对，反正大头的炮台摆在那这一波如果大头再不走的话，要被搞一波，直接一个阿闪定住第一下，这个位置应该是没了。杀了。这一波 Scott 也是非常果断，直接二技能的第一段跟上闪现，就控制的那0.5秒。厂长过来跟上了一个 EA， 那基本上跑不掉了。而且这一波蝎子是吃到了人头经验，并且还没有交闪现，下波还可以再来。那厂长在发现梦魇之后，可能要直接往中路动手了。刘世哲开起来过去，有闪现的拉了，闪现拉到了，但是梦魇同一时间也过来，但是大头的血量已经被打低，一技能过去，二段大招被闪现躲了，伤害还差一下 ，Q 技能 A 收掉之后，这里有个大炮台，但是大炮台消失，梦魇这边呢有闪现还想追。但是支援过来的一个 Mako 是把对方劝退了。Mako 是先支援，佐罗伯互换，但是大头没有拿到人头，梦魇拿到一个，在这边阿卡丽是两个人头了。已经是一个半血的塔，这波直接塔下动手打一套流动闪现二连，在塔下定住了九筒，但九筒这边直接是交闪现跑，跟过去 W 一发大招，还有一个 W， 但是没有地方跳了。回身直接确实没地方跳了已经。但这边纳尔大拉尔的拍的同时是被瑞一直挣脱掉了，但这边 W 闪现过去还是被晕到了。这个 Q 技能跟上之后，瑞有点危险了。下一发的一个 Q 应该是打到，但是中路同时开战，这边是先击杀掉一个大头，一技能回身过去还要打牛头，这个位置已经无路可逃了。哇，这边大招打到，但是牛头是人头想给 AD， 想给 AD 蹭了一下。这盘的话 ，Scout 已经是四个人头在手上，非常肥了。而且上路刚刚也是。没死，直接回家了。因为小兵在那附近，纳尔也没法追了。这一波的话，阿卡丽在往下半去支援，这个位置纳尔跳了，他这个位置跳了，但是没有定墙。这个位置阿卡丽先到，但是大招这个大招是空掉了。我这一波还想追，看一下后续还差一下伤害，二段大招过去斩杀。梦魇开了大招，但是不敢飞啊，只能关个灯啊。对，飞进去就要死了。而且中路这边酒桶对这个大头还有想法，一技能虽然说被炮台挡了，但是这个位置在等队友过来。这边的话，大头立下一个炮台，被小炮这边轰到人群之中，交了一个闪现，但位置还是很难跑。而这边拉回来，又拉回来一个梦魇，要继续打。梦魇这边也是闪现跑掉，但是大头还是死了。大头最终是被阿卡丽的 Q 技能给收下。现在厂长是直接在中路招峡谷先锋，虽然这波超神了，6-0了，已经还差两个人头，但是感觉比较稳。现在去上路，这里 EZ 是有闪现的。上路这是第七个吗？上路这个应该有点难杀，但是这个 EZ 为什么不交闪？这好像是第七个，真的是第七个。这阿卡丽没大的这一波，而且 E 技能其实是拿来位移了，没有去 E 技能标记 EZ。其实 EZ 如果心一狠，他就一加闪现跑着，阿卡丽应该不追他了。要在红 buff 这个位置打一波，下路的话，厄加特也是还在带线，没有直接过来，直接先上去消耗阿卡丽过去。牛头这边被逼出了一个大招。直接4-5把对面全部赶走，这边牛头过去二连要定，斯科特这边一技能再一次回来，这边厄加大招TP 是取消掉了，
因为队友是决定要撤的。那下路的二塔现在 DFM 没有人防守，上半野区视野已经排空了。DFM 最近的视野是在三狼附近。DFM 这波是想过去做一下大龙的视野，但是 EDG 的人都在下路啊。这一波如果 DFM 回防慢的话，那要上高了。而且他说他两个人是不是想要直接打，直接打，配合着大头去偷大龙去了。这波 EDG 有信号，但是大龙没视野，这个大龙很有可能被 DFM 偷掉了。打这一波好像阿卡丽，但是阿卡丽如果进去是有机会可以。还有3000点血，梦魇直接关灯，还有2000多点血，阿卡丽有机会拯救这个局面吗？1000点血的大龙，大龙斩杀，而且大龙先抢刀，抢刀了。那 DFM 的一个梦想破灭了，没了呀，失去梦想了。这本来是追梦追一波，结果直接炸完了。这个真的是瞎人诛心啊，这个。那这个大龙 buff 送给 EDG 之后的话，那应该游戏应该是要比我前面预测那个场均时长27分40秒要快一些。这个 DFM 怪就怪自己伤害差了那么点，确实打龙太慢了。对，本来他们如果打的稍微快一点的话，这个龙有了。我们注意阿卡丽从什么地方过来的，他那个位置 DFM 开打，他是从一段大招过来的，一技能位移在赶路，然后刚好过去看到还有1000多点，借着这个新鲜的大龙 buff 直接把中路给推了，这样是可以破两路的，上路二塔应该也是岌岌可危。这一波 DFM 想留人，但是回来了一个纳尔，让纳尔入戏还可以。这个位置小炮还要把纳尔推走，阿卡丽过去纳尔拍到墙上，不过这个位置伤害还是 EDG 更高一些啊。OC 在后面挂了，直接是已经死。瑞这边有一个金身等待队友，阿卡丽再收下一个双杀，他们这边还可以追着砍。牛头这边二连过去，但是 EZ 伤害不够，阿卡丽有金身小炮跳过去要杀 EZ， 拿下团灭，可以直接干掉这一盘比赛。他们还是有梦想的，早一点结束比赛。那这边的话，基本上21分40秒，22分钟不到，对，非常快的，非常终结掉这一盘。那这边是恭喜 EDG， 现在是2-0拿到了赛点，手握三个赛点，水晶倒地，现在2-0了。这一场来说，感觉是上一把打得不太舒服的 Scott， 这一把是拿到了比较 carry 的英雄，然后打得非常的爽。因为这一盘，因为双人组是很难去针对对面的，所以说他的队友都是在围绕着中路来打。那Scott 本身个人能力就强，有足够多队友的帮助情况下，那中路的优势肯定就会特别大。因为第一把拿刀妹确实打得有点难受，刀妹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偏战士的英雄，而阿凯丽就是一个纯刺客，打到中期的时候任何一个 DFM 的脆皮都会惧怕这个。感觉 DFM 应该很后悔选红色方吧，结果逼出来这一套之后中路肥起来了，到处乱杀。而且我们仔细想一想，在 BP 方面确实 DFM 他是不会拿阿卡丽这个英雄的，就包括他红色方也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就是他红色方该有的counter 位效果，他是 counter 给 AD 拿了个 EZ 就没有、他这个 EZ 拿的就是完全抗压，你不要来找我下路的麻烦，但是那你下路是没麻烦了，你中路就要被针对啊。关键他们这局限比上一盘还要爆炸，因为确实在中间大龙那边是 DFM 自己送一波，送条大龙给 EDG 就直接结束比赛，直接飞升了。然后在输出方面，两边都是中路打的伤害是最高的。哦，这局其实跟下路我感觉关系不是特别大，就是看到小炮一直在推塔，因为中路在疯狂杀人，所以说根本轮不到 AD 去团战里面打伤害。还没到他装备成型的时候，就游戏已经结束了。然后 EZ 的话，可能也是打了一些 LE， 就是打了一些 poke 的伤害。